据环球网报道，北约峰会将于当地时间6月28日至30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综合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远报、俄新社等媒体报道，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28日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发布了7张卫星图，分别是本次北约峰会主办地马德里展览中心的会议中心，以及美国五角大楼等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决策中心。该集团公司总经理罗戈津当天也在 Telegram 发布了同样的帖子。今天北约峰会将在马德里开幕，西方国家将在峰会上宣布俄罗斯为主要敌人。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当天在 Telegram 上写道，在该联盟30个成员国及其伙伴北约候选国研究到2030年的战略构想之前，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发布峰会举办地和那些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决策中心的卫星图。这些卫星图均由俄自愿 P 地球遥感卫星拍摄。最后，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还给出了其中6张卫星图所显示地点的具体坐标，称以防万一，我们同时提供这些设施的坐标。莫斯科共青团远报称，该集团公司在 Telegram 发布的7张卫星图分别展示的是马德里展览中心的会议中心、美国白宫、五角大楼、英国国防部、德国国会大厦和联邦总理府、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爱丽舍宫、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大楼。